大象是印度的保护动物。假如一头大象死后，它的下场会是什么呢？你们看到这一幕就明白了，简直太悲剧了。一头大象倒下，几乎造就了一场盛会，一整个村子的人都跑来这里分割大象，领取肉。毕竟这里的肉极度匮乏，不到五分钟，一头完整的大象就被人全部瓜分完毕，甚至连狗狗都不放过一丝碎屑。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。